你好哈，我是迄个超越阿姆啦。借问一下，你敢有看到伊哈？啊，无哟，哦，谢谢。对啦，你若是有看到伊，随时敲我好不好？好好好，谢谢啊哈。哎呦，超越的朋友我一个拢无识识，安尼是要安怎找啦？袂做大海蒙江同款呢？啊，行啊久哦，脚有够酸的呀。哎呦，哇！是讲超越给人安尼乌白来哦，那我做是我嘛会掠狂呢。伊毋知影哦，敢会想袂开？这个笨菜哈，真正是有够侥幸失的，这款代志也做会出来。真正菜就超强讲的啊，拢毋是人，拢是鬼。这个家伙今天我找到呢，操！唔对，会当有话的，较等下讲伊走去要安怎，会搁较歹找呢。古山窟，超越是要把囡仔提掉哦？对呢，阿姨个性这样硬着，绝对有这个可能啊！我是有啥物资格去管伊？喂，阿姆，啥物代志？文耀，我找到超越啊啦！你讲啥？超越虎山窟要给囡仔摕掉？我即马哦，甲住址传互你，你紧过来哦。好，我知影。你先入去，我先到。江超越真正要把囡仔提掉，我是真害呢。跟阿哥对本仔兴师问罪，煞是有超越心情。我咧感觉，该讲歹听话，一定会真受伤。爸，歹势，我先离开。喂，文耀，文耀，文耀，什么想做结婚书啊？超越五星。这什么时阵知影代志哈？你拢无人甲我讲啊！你即马是咧激动安怎个啦？唔知啊，人家孙讲你是囡仔老爸呢？梁兄，嘴巴够清气个。我感觉有意思，我当然嘛激动。问题是，奈无人甲我讲啊？看起来你用麻片调遐啦，啊，你着问崩彩霞，看伊安怎甲你报告。就再去超越跋倒流血啊！去病院检查，才知影已经有心啊。啊，不过伊是哪有心呢？伊拢知影。王经理，吴贵波这件代志前因后果，你全部拢知影。你竟然甲彭彩霞做伙设计我的后生，你真有够卑鄙的！你即马是安那？你甲阮小雨当作是拍仗的猪啊，要互探证哦。既然有心啊，囡仔哪能提掉啦？文杰，我即马要看伊病，你紧敲电话秀兰，问看卖是在倒一间古山窟。副处长，老总不准走。我跟你讲哦，江超越甲小雨要甲囡仔提掉是因的自由。你都不注意走动，单雕仙啊！你竟然把酒瓶跟快给手机弄摕掉，你开笑啊？笑哪？你这笑你啊！你甲江中林两个比比啊，真正无人有才调甲恁比啊！听清楚哦，我甲恁尴尬绝对无可能有任何交叉，所以这个囡仔上好摕掉，你拢卖阻止。是我甲文耀两个人欢喜感恩才有诶，我无爱这个囡仔，连出事都是互人逼诶。
哎呦，超越啊！你搁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毕竟哦，这嘛是一条性命呢。我已经想好足清楚的。你这名若是签落去哦，你敢怎么着？我家己的身体，家己做决定，无人要让我做到。阿姨都要来。先生，刚才到，我一点时间。那安尼，恁得大家好好讨论。其实你唔免专工要来吃，咱拢真清楚，这个囡仔是强迫方式。你嘛唔要烦恼，讲我的身体有虾米款影响，拄只医生讲了足清楚的，是用半个月就无代志。要紧的是你的心情。小月，是我想不够周全，这个囡仔是你的巴肚里面，你跟伊母子连心，我相信你的感受一定比我更复杂。之前我有讲，我绝对会接受这个囡仔。其实我跟先找伊讨论，因为这关系到咱未来的路安怎行。所以长远，你敢真正想要把这个囡仔摕掉？其实我也不好多肯定，这个囡仔不是咱两个人愿意，也不是咱两个人互相依赖的时阵有诶。咱若是接受伊，就等于是认同阮阿爸、甲阮阿哥因变态的做法。咱敢真正会为着这个囡仔结婚？安尼以后，咱两个人敢会后悔？起码伊对我的感情也无够这么深，咱敢有需要走到这步？你应该真清楚，我是一个无建设家庭大汉的，甚至为了排家族这孽。我爸找到我跟他爸拿钱，把他送去幼儿园，用新的身份过生活。那时候我就跟自己说，假使有一天我有自己的囡仔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我绝对要给他放在门口。
虽然我不想再去谢叔叔，但我这囡仔确实是咱的，我敢真正将伊真心对待伊。伊是一条不过的性命，咱敢看你安尼做？伊所讲的，我会当理解，因为我嘛甲你同款。我真细汉时阵，就无爸爸妈妈，迄种孤单寂寞的感觉，只有家己才是上清楚的。所以我嘛甲我家己讲，若是有一天我有囡仔，你爱给伊一个完整的家，让伊会当在充满爱的环境大汉。不过我想袂到这个囡仔，伊竟然是用狡辩的方式来到我的身躯边的，我真正无法。我是不是会当给伊有一个完整的家？超越。阿是为了这个囡仔，咱勇敢做伙走落去。草原，我告诉你。我相信你嘛，介意我。虽然这囡仔不是咱期待的方式来的，啊，不过我想要爱伊，我想要做一个负责任好爸爸。所以超越，你敢愿意跟我做伙走落去？啊，不过。咱两边的家庭有受侪矛盾甲冲突，咱若是无把握好好做伙，就无法度应付两边时代的问题。所以讲，只好咱先决定，咱拢无想要放弃一个囡仔，咱拢想要为着伊，为着咱心目中完整的家庭打拼。其他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啊，对吗？超越，这是当然的。为了你，为了这个囡仔，我也……那你我嘛，万一……你这个做爸爸的侬这么有信心吗？我只会做妈妈的嘛，袂当落亏对吧？超越，多谢你，真正多谢你，要陪我勇敢走落去。你安尼讲唔对，啊！你袂记得咱已经有宝宝啊，以后咱一个会有三个人呢，以后就是咱三个人互相扶持，互相挖苦，做伙有属于咱家己的家。